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长聚焦》。最后的舞者，最后的舞者，我用这个方式是讲了。任正非重要决定将华为核心技术上交给国家，帮助各各领域打破国外封锁。呃，任正非最后的舞者了。后来我查一下这段新闻，呃，他大概在九月七号、八号。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今天是九月二十二十六号，那。 那谁回去的是九月九月二十四号达成的协议。那九月七号、八号这个时间呢，是这个孟晚舟的律师跟美国协商的时间啊，确实是。然后这个时间同样是在拜登见过拜登见过，呃呃，拜登跟习近平通话之后，啊、呃、之后通话的时候是八月二十几号。 习近平拒绝拜登面对面见面在，在在这个纽约联大会议上拒绝见面。而九月六，这是九月七号，这个时间呢，正好是呃呃，布林肯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宣称支持香港，呃，与香港人民同在，支持香港人权跟跟这个这个自由的声明之后改过。 把这几句话删掉之后，是同时间发生的，所以相信在那个时候呢，呃，美就是任正非就是华为有关孟晚舟的事情，正是跟美国的啊、呃、司法部进行接触，跟美国政府接触。那美国就此呢做出让步，准备做出让步。这个时候，任正非准备退却。那任正非退却是情势所逼。 呃，无论怎么样，孟满舟是他的女儿，是党的好女儿，好、oh, 是党的好女儿。那是党的好女儿的话，这时候任正非就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相信就是这是国家通知了他，习近平的势力通知了任正非。哎，怎么着你？那他要服软，退出，对不对？这是前后时间，时间是最称职的。他退出。 我把你女儿整回来，啊，我一会儿再说啊。那个、那个、那谁、那个、那个孟晚舟，感谢党，感谢华，呃，习主席，把你女儿弄回来，这件事情了了，对吧？那弄回来了了之后，我们，那你得有表态的。我把华为收走，但华为本身没有什么用，华为在在整个大的战略方针上没有意义了。但是收为国有，它终归是那么庞大的企业，对吧？ 这个从从国家角度来讲，收编的角度来讲不是问题。那华为真正的，呃，这个真正的核心技术就是偷窃了。我相信是偷窃了，但他，呃，当然在偷窃基础上，他说都是，对吧？他这里面华为技术我看是鸿蒙，其实是他干不下去了，他全交出去了。鸿蒙，鸿蒙啊，他们都迷信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叫？ 这个他为什么不叫泽东啊？他为什么叫鸿蒙啊？或者他叫韶山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叫红这个这个，呃呃叫什么？东方红太阳升啊？他为什么不叫东方红啊？他为什么叫鸿蒙啊？全是迷信的家伙，呵呵开玩笑了。